们一样把重点放在我们的歌上面。接下来要演唱这首歌，相信大家对这首歌应该不会，就是大家都非常耳熟。那这首歌在那个每个部落的各大那个各大部落的那个投币室里面，只要有人去那个点播嘛，去投币，一定会唱到这首歌，叫做《爱情酿的酒》。如果大家会唱的呢，就跟着我们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边的朋友，我没有看到你们的掌声呢，好像大家好像是很累了吗？第一次有没有？好像那个刚来到这里这样。好，那一桌的朋友多喝点，多喝点什么碳酸饮料。好，带来这首歌《爱情酿的酒》，谢谢。
请台下的朋友帮我唱最后这一句。和好像没有说很完整哦。和我要听到前面朋友的声音，这三组一二三和。啊，麻烦那个 keyboard 对一下他们的 key。两个音，我们也没有跟你们一起唱。好像有戴白色帽子的朋友，那个明明在那个氛围是要很大声的哦。喝，哎，有人，我叫你们喝，不是叫你们真正拿酒瓶喝哈。我刚好看到有人喝，那就马上这样顺势。阿姐，喝。啊，原来你那么渴哦，厉害。你喝、哦、啊，明明里面装的就是可乐。是吗？是啊，过期的沙士。你明明都没有红，你明明都没有红啊！大家觉得我们的阿姐的那个脸色有没有红啊？它呈现是咖啡色的感觉。哇塞，一句还要拖那么久？你 Q 一下那下面刚刚喝的那一桌嘛？你不是很熟吗？哦，我熟，不是我熟哎。好，这一桌的朋友啊，他们没有喝呢。去叫右手，谢谢。我等下跟你喝。好吧，这边的朋友帮忙唱一下，准备好。我觉得我们的团长可能是还没有喝的。清凉的酒，这首歌曲来自于《Hold My 爱情酿的酒》。